草船借箭，紫欠东风，小兵擒王，这一波操作666。接，上吧。干嘛？回去。进。击炮。跳。上吧。下。咋掉进去了？上。摇。别跑。进。上上。霸道君手下。骑过去。你赶紧。我准备先一起。来出去。那你不要找好。吃了。吃了。啊。吃掉上马就行。上马。啊，你进啊，我就是。吹炮怎么样？上。上，炮的厉害，嘿嘿。听我的，先回去。冲上去看后。骑兵。来。放你的小少爷，下去这个冲锋炮，直接就 OK。来，我上。进。上士。开。回马踩炮。对，不对，不对，我就踩。啊，对对啊，不对啊，你真踩双了。先下手为强。干掉。毫不客气啊。毫不客气，吹炮。吹炮没用，哈哈，不管了，你的马给干掉。是啊。上你的马。看，越球子炮开着，打你伏兵，炮，是炮，哈哈，我就不让你，我现在不打伏兵了，直接来，看了，好，我直接一个骂，上，就是把你。哪那根筋，哪那根筋，哎呦，我伸个直那就像着了，是了，多的是。别吃，根本就不吃嘛。你吃啊？就不上你了。你敢吃啊？来。这不是骂局了吧？可以吃。为啥不上马？可以吃。为啥不上马？马不要了吗？马不要了吗？换你炮，哦，攻击在这个地方，来死你吧！绝，会回来。这武器都得霸气了，实际上就把你那个小兵给护着人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吃了吗？你以为你吃了吗？那就 OK 了吗？吃。哇，进去了！走了一步，上！来上，我们去。
看看是不是直接冲下来了？那是我的权利。直接冲下来了？我不冲下去。我冲下去，那就算了，那就算了。看你冲不冲？不冲就打掉。必须冲！必须冲！这一步高不高？太高吧，太高了。傻瓜，出去！我吃了你打掉，我打你出命，你以为呢？这傻逼，是不是？也没啥便宜可占，是不是？便宜占不了吧？是啊。再有便宜我还得丢呀。要丢？何起？几瓶？上。没用的，一点不怕。过来。现在泡泡看你怎么走。金枪，金枪就金枪，好下，你怎么样？下底炮，下底炮，把你这个给打掉，真底下，你下。喂，手下，哎，季兵，妈，是吗？出去，亲。天地炮，哎，骑兵，来，推炮。进，踩我下，回家。嗯，踩小兵，骑兵，啊，又踩上去了。是的，大象又踩大象，飞起来。停。哎呀，飞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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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奔巢，进去啊！进去了。现在怎么降？还降上吗？吹炮，骑兵，回马金枪。管挂起羊角翅，下，这层不是，快回来，骑兵。出去、啊！上！黑炮！我操！真的，早有准备，跑出去了！一炮！开炮！没用的。开就开，我给小兵。知道。嗯。黑炮，我看你咋走。我去。上去我就打马，那我看你怎么走。要。好掉是不是？赶紧走。是啊。
观望，根本就不留恋，看看我进兵就行了。说这事儿，这个调子是不是到位？我就看着了你要走了，你不，我就跟你说了，你还是走这一步。快回来！回回去，风哪里来？我就跟上你的话。你妈，马后炮就进去了。大叫！我叫你。出去吧，春兵。总有一个大主的死人，金兵。我做当，我做当，你怎么好像又比我多两个兵啊？为啥要多两个兵啊？好好的为啥要多两个兵啊？是几兵？我能不能再两个兵？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现在啊？嗯，来。会回来。一炮，一炮，我进兵。上。稳妥一点，出。估计好，还出去上。出跑去了。是啊。回去了。来。说一说。叫我。进。皮皮过来。下去。上。刀出去了。没用的，没用。这个伤，这事儿，这事儿不算是假的吧？真真假假，不是病，那才是真。是个小帅哥啊，笑死，没办法去了，直接让我退掉。像丢了，那就欢迎过来。脆的就开始二鬼，这个像你高兴，就是，不行，你没办法，听话，哥，进去，快回来催兵。开玩笑吧你。哎，开哪个的玩笑？彩兵，是哪是？哪是？那就不彩了吧，那就厉害吧。啥？来，一炮。一炮。退下来。喂。出去，天地炮一放，你就叫枪吧，啥都不说了。不叫枪，我来。打枪。嗨。趁我就跑回来，残局。把偏炮。炮回家。刘海飞为什么能说？嗯，我的马要回家了吗？不行，直接上，催个兵也行。能催上吗？上个下。
大象，并发上象。吃。是吧？喂。吃好了是不是啊？哎。鸡鞭炮。少一个鸡，不如最少一个。嘿。再打击你。啊。鸡兵。嘿，哎呦，你嘿去吧，没给你吃了。快吃吃，快回来。就一个麻子给套了，看你怎么样？来，上，顶死你！哎，用套。碰上了就过来，再镇住你。不敢上。直接下来了，直接下来了，这麻烦喽，这起不起喽，马上留给姐夫，我看行，我看不行，我回来哦，回来就直接姐夫给打掉了，马是根本不能动的，嗯，出来逃命。小熊，完了完了，来不及了，跑不掉了，跑不掉了，认输，解散了吧。